最近睇得多三百幾尺嘅一課，唔記得咗走於呢度三百幾尺係做到兩課嘅。啊，幾靚呢條街！大角仔嗰邊咧就舊式商廈比較多嘅，呢邊就奧運站啦。咁穿過去行過嚟，好近呢度。有啲人話呢條橋呢條高架路嘈啊嘛，大角仔道係嘈嘅，其實都係樓景為主 ，total 就五期，一二三四五五嚿嘢。每一期數都是自己有西九龍，咁你呢度可以去高鐵站啦，好近嘅啫，過海又 OK。九龍站圓浮樖樹好有創意，啊呢、這個陽光灑灑 ，figure 行機真係好識得氹現代年輕人嘅歡心。呢間就首月353尺，價錢大概600多萬啦，我哋睇一睇。佢呢個木色門啊，入到嚟佢啲牆面都幾靚，同埋佢係用電子門鎖。咁呢度推開佢咧，就浴室嚟嘅。浴室就呢、這個色調就好似比較房。OK， 個淋浴間就相對細咗少少，所以都市人要減肥。咁呢度有個鏡櫃啦，咁呢度我臭臭嘅地方，咁、那個水盆都大嘅，同埋佢做咗凹咗落去啦，咁冇咁容易污糟。OK， 同埋佢浴室門係趟門啦，如果你趟開佢，又可以保留一個空間做一個入門櫃。佢仲俾咗一個磁貼位俾你，哇幾靚呢個，有創意。上面有啲儲物櫃啦，然後下面就應該鞋櫃。呢個仲有一個換鞋燈，即係入屋然後坐喺度換鞋，然後將個手機擺喺呢度 ，OK 嘅，成個動線幾流暢。唔用嗰陣都係抽翻起推翻埋佢。如果佢有個把手，佢好拉少少。轉過嚟就一個長形嘅廳，樓底好高啦，同埋佢燈飾係用 LED 燈。最特色咧，佢係用一個趟門，好大嘅趟門，接門嚟嘅。然後佢露台好大啦，有一個冷氣機散熱係擺喺咗呢度啦。佢呢度仲有一個凹槽位咧，預咗俾你種下啲花花草草。但係種喺呢度會唔會影響啲機械嘅運行呢？我又有個疑問。同埋佢有樣好處，佢係架高咗，咁你平衡咁樣行出嚟就安全啲。嘅呢個護欄都好高，安全感十足。呢度就廚房，廚房偏細係預咗嘅。佢上面仲有一個儲物櫃嘅，不過太高，佢應該會送個梯俾你。有呢個廚房啦，洗衣機就擺呢度。有呢度就有啲抽拉櫃啦。咁 OK 嘅，都善用下面嘅台面咯。我中意个水槽够深，伸缩嘅水龙头呢只 OK。同埋佢居然明火噶，再上就一啲储物柜咧，好睇嘅啫。啊，佢几细心喎，其实再高啲嗰啲柜咧，即系摆啲唔等使嘅嘢咯，咁样塞上去，你要攞嗰阵就攞个梯攞咯。咁呢度就第一间房，第二间房最近睇得多三百几尺嘅一课，唔记得咗首月呢度三百几尺系做到两课嘅，呢个就系 exactly 真系一房啦，讲紧系285尺呢度入嚟啦，有个鱼骨可以前面做一个鞋柜，再转过嚟就一个长形嘅厅。樓底都好高啊，然後有一個轉角嘅玻璃，呢度就有一個好大嘅平台啦，仲係一個轉角式嘅平台，仲有花花草草行下睇下星空，咁大嘅室外空間對比翻室內嘅空間，其實幾傷心。寸金寸土，你居然擺喺出邊？如果俾你揀，你想要一個好大嘅露台啊，定係個露台做喺入邊？留言話我知。啊，呢個叫廳啊。又都有個吊頂櫃啦，呢邊就係廚房，廚房都一字型嘅，都好細嘅啫。基本上你煮得飯嚟唔擺得嘢，
門後面有個雪櫃同微波爐啦，同埋一個入門櫃，咁基本上要閂咗門先用到。上面咁窄嘅櫃可以做咩？擺下啲嘢 OK 嘅。呢個都有個換鞋凳，咁咁細嘅空間，你整個換鞋凳其實冇乜意義喎。你整個鞋櫃俾我實用啲喎。咁呢個就係雪櫃啦，細細地。蒸焗爐，上面仲有個收納空間。呢邊就係睡房。睡房就 OK 啦，不過不失啦，有一個陶瓷嘅設計。佢呢度又整翻堂門，咁個浴室就用堂門啦。入到嚟都藍色同埋綠色嘅世界。佢有窗嘅呢樣嘢，好平。總體嚟講，一房就400多萬，兩房就600多萬。你覺得發展商有冇賣貴到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拜拜。